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四号粉丝提问：什么武器不适合打决赛圈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下面要说的就是三把不适合决赛圈的武器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、2、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 AC-VAL， 虽然各方面属性都不错，但是伤害太低，并且打起来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没有打击感，很影响玩家手感。二 M249，自从被移出空投之后。M249 就变成了决赛圈很弱的武器，只有落地钢枪的时候才能体现它的用处。然而用到决赛圈，由于伤害太低，对枪很容易打不过。3 M416 虽然稳定性出众，但是在决赛圈的对决中，对方基本上用的都是高伤害武器，其中不乏有 P90、MG3 狗杂的存在。M416 看着很好用，实际胜率却很低。小伙伴们，你最喜欢决赛圈用什么武器呢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！我们下期见。